是一个使用说明书一份，产品合格证及保修卡一份。现在为大家讲解一下手动卧室测试台是如何操作的。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手动卧室测试台。手动卧室测试台是专为数显推压力计和指针推压力计配套使用的推拉负荷试验台，所以在测量的时候必须要有一支推压力计。手动卧室测试台它的最大负荷是500牛，有效行程是50毫米。在测试的时候应该选择合适的夹具，确定正确的受力点和夹持部位。现在开始测试，将内置式测力计安装到测力计安装板上。首先呢，我们要把那个测力计安装板拿下取下来，把这四个螺丝拧掉，然后将我们的测力计安装到我们的测力计安装板上，然后对准孔位装上。装好之后呢，然后再将我们的夹具装到我们的测力计上面，拧紧牢固。拧紧之后，然后将我们的测力计再装在机台上面。好，紧固好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机台的夹具口呢要调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把我们的背侧物底放到夹具里面。拧紧。然后按下测力计的开机键，进入到测量界面以后，然后选择合适的测量模式。